同学们大家好，我们来看这一题。我们要求正四面体的表面积，那么它的正四面体的每一个边呢，边长是2公分。步骤一，我们将正四面体展开来之后呢，发现四个面呢都是正三角形，而正三角形的边长都是2公分。每一面的正三角形的面积是四分之根号3边长的平方，边长是2，所以是2的平方，最后等于根号3。那么正四面体呢有4个这样的面，所以把根号3乘上4倍，所以4又根号3就是正四面体的表面积。